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开箱的是阿妞妞的鸟吉他，羽毛鸟系列的 M20。琴头有搭配阿妞妞的雷射 logo 造型，然后旋钮的话是封闭式的，可以看一下整体黑色的造型，然后纸板的话是玫瑰木的纸板，可以看一下它的筒身这边，它这个音孔是比较偏左上的，是补偿式音孔，可以平衡中高低音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有做缺角设计，就比较方便弹奏高把位的部分，然后它的琴桥一样是玫瑰木的，然后旋枕是水牛骨，然后比较特别 M20 跟 M2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多这个玫瑰木的镶边设计，然后 M20 的面板是桃花心木面单，侧背是也是桃花心木的，漆面的话是亚亮光，就是介于亮光跟平光之间，很有质感，看一下。以上就是 M20 的开箱介绍。